准备了一些。这个我就不知道什么，这个很久以前我一直在查它的名字，它也是海滨植物，不晓得名字。Thank you.
咱准备要开始今仔日的直播哈。哦，也不足早嘞，九点二十六分尔嘞。马紧，咱提早一时。提早一时啊。嗯。哦，这感觉迫不及待。哎呀，咪节目可能真精彩的时阵哦。嗯。啊，这你讲对啊。哎呀，唔知这节目真是精彩。啊，因为有神秘来宾啊。有神秘来宾了。对啊。啊，是是是，哎，那好，哎呀，节目开始来，甲大家聊个轻松的话题。但是在轻松的话题当中，我们也会带入市政的政策，跟市政，会人讲的可能较慢活啦吼，跟植物植栽啦，跟一寡，哎，不是花花草草啦，是拢完全用种子果实来做今天谈论的主题。但是我们谈论今天的主题，也会谈论一些空屋哦，竟然跟空屋有关系哦，所以大家期待吗？期待哦，那期待哦，咱就欢迎。大家跟咱分享，跟咱分享啊！这个主题真趣味啊，嘛对大家生活啊有真快乐的一面啊，对大家生活有真有意义的一面啦吼啊！所以但是我要强调哦，今日吼讲些植物啦，讲些植物啦吼，讲些果实啦吼，啊，这拢足水的吼，安尼有看无哈？有，安尼有看，有看，安尼有看吼，或者这样吼，这有水无？啊，这都会提，这台湾的哟，哦，这种台湾的啊，所以大家应该对今天晚上的节目应该是蛮期待的哈、哦。啊，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市政的主题啦，哈、哦、啊，所以先来介绍今天咱的神秘来宾，这个哈子，这个隔壁这是我的牵手啦，要甲大家问好。有点尴尬哈、哦。哈哈哈哈哈。那你老公伯坐做伙。老公伯坐做伙，呵。啊，按正式来谈啊！大家好，大家好 ，OK。这不是小三哦，这正宫哦。哦，是啊。大家来坐上正宫的位置。对对对。声明一下。嗯，你好，这期待吗？这植物，这种子是有，种子是竟然是有翅膀的，翅膀的。啊，最大的翅膀我们今天有没有带？最大的翅膀是那个。桃花心木吗？啊，对，桃花心木。桃花心木那也有个翅膀，嗯，哦，还有一些清风，清风啦，哈，清风的，但误以为它是枫叶的那个清风，嗯，啊，它是也是有翅膀的种子，这也是有翅膀的，啊，这就好像蝴蝶这样，啊，其实它是中间有一个种子。好，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来谈一些种子啊，哈，先来介绍，先。诶，大家共同参与啦！啊，若有回答对的，请问这张是啥物？哦，要送啊！要送啊！这张是啥物？你要看，其实种子在你生活当中，你如果在野外捡到一颗可以处理的种子，啊，把它培养起来啊，吼，啊，这拢大家每一个家庭拢会做，啊，这样、哦、变成家庭上很大的乐趣呢。嗯，来又一个，哦，在我们。我坦白讲啊，一定扫街啊，我种啊非常牛汗，啊是一些内衫内裤拢澹去，还佫臭公公吼，啊就来甲大家利用这种休闲的时间呐吼，来跟大家谈论一些比较有趣的，在生活上也、可以增加大家生活上的乐趣啦吼。这张无人约会出来吗？这张是啥？约会出来就要送啊？这足普通的，这足普通的树仔栽。啊，这种奇花栽是台湾这个产美溪州外销足多，有人摇出来无？啊，无摇出来，较前嘛才公布答案啦吼。嗯，好。好、哦，这丛啊吼，我较前才公布好啊。哇、哦，咱邱市长嘛咧甲咱关心，真歹势。市长，咱无偷懒啊，咱咪是扫洗扫到拄啊好，即久才回来啊吼。啊，利用这个时阵，我们来谈一些比较有趣。啊，这是啥？吼、哦，大家看会出来。我唔知安尼是毋是这个，好，安尼豆豆来公布吼，这张就是咱台湾产美外销足多的栽啊吼，啊拢甲伊绑做伙，拢几落丛甲伊安尼甲伊加加做伙，哦，啊生活中这到处可以捡得到这种种子，在八卦山捡的，这是在八卦山捡的种子，这是我老婆，安尼捡多久啊？我不记得了，应该几个月啊？有啦，就是
安个天啊，从种子发芽啊，哎，你可以看到一个新生命慢慢的发芽出来，是很有趣的。所以过程应该足趣味的啊。所以其实大家当来培养这种兴趣啊，在这个可以纾解压力啊，可以减压，这个也有疗愈作用。这个、叫做啥？公布答案，无人约会出来哦。啊，足科学，这我讲出来，你就无差不多上一台 TV 啊，约会出来就无啊。哦，一上一台 TV 的会先啊，上最是乖乖两包呢、哦。乖乖两包呢、啊。来，过三秒钟来公布，这啥？哦，这真的这个是从小你慢慢这样一个种子啊，你把它丢到这个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麦换石啦，一般石头也买用的，沙也买用，培养土，这培养土就行的啦。哦，啊，这样子你就生活上会很有趣，啊，也可以减少你房间的一些制造房间的一些氧气啦、嗯，甚至于有些种子、有些植物啊，哈、哦，也可以来减少一些空屋了。呵，正式公布，这叫做马拉巴利亚。一个美国花生，美国马拉巴利亚，安尼听捌听过无？美国土豆捌听过。美国土豆、啊，马拉巴利亚，哎、啊、呀，种起来这么水，你看，啊，这丛就更加特殊啊。这丛应该是，这啊吼，这嘛是八卦山捡回来的种子、嗯，这都不是去倒买，是外口捡鹅掌叶啊。陈医师，你猜错了，陈医师是迄、那个，这个像荒野协会，安尼无摕较近哦，看，这叫马拉巴利亚，马拉巴利亚吼。其实就是咱产咩啊吼，外销足多。美国土豆啦，美国土豆，美国土豆。啊，这张片绝对不是绿豆。绝对不是绿豆，我知道，真的。哎，这薛先生非常感谢你常来。啊，这是张片，这张片，这嘛八卦山捡回来哦。这个现在行道树很多。很砍树啊吼，行道树很多，八卦山捡，伊拢就爱去捡一挂经济顶来，啊，也爱厝的这安尼就会当啊，让生活更加的。一些气味啦，吼、嗯，这叫啥？这台湾特有种吗？应该是哦。没有嘞，也不清楚。这个肯氏葡萄，嗯，肯氏葡萄啊，吼，我做拍台的，哎、欸，这里大家看到了。嗯，肯氏葡萄啊，吼，类似像迄、那个果实类似莲雾啦。没有，它是一种紫红色的浆果。啊，你若车搞过的规个内底香香会滚，所以现在行道树不大种这个了。这是这我会记迄个倒位啊，迄、那个文化中心迄、那个迄、那个县立图书馆嘛，有这丛啊，毋是？我毋是遐近，我伫遐要去秀水的路去。哦，啊，我知影八卦山真多啦，这个肯氏葡萄，啊，这种起来其实呢吼，咱无啊，毋是迄两字啦，咱安尼讲啊吼，这个。经济上容易捡到的，啊，上容易会来甲种哦，安尼，哦，互伊发芽、嫩芽起来，很漂亮，啊，可以很有趣，有期待，然后也很有期待，爱、啊、很疗愈，爱、嗯啊、可以带来你生活一些慢活，啊，那可以陶冶性情，陶冶性情，啊，上容易捡到啥？七里香，啊、哦，七里香，七里香叫做啥嘛？七里香的乐曲，七里香的、就是乐曲啦。七里香大家都知道吧？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七里香？不是烤的七里香，是种的七里香。烤的七里香知道啦，就那个鸡尾水烤的七里香。七里香，七里香要对我另外一面。月菊啊。月菊啦、啊，七里香就咱这做丽丽足多啊。也啊嘛有足大丛的足贵的，迄山顶足多有人偷哦。啊，其实咱讲的七里香是功能足多，啊，迄种子红的。足水个，啊！你会当捡几把，迄种子落伫涂骹，未发芽起来，伫伊树仔骹，诶，抑制无少着根无水分，迄个，啊，若甲捡倒来厝个，啊，你甲用一丝仔培养土，啊，甲浸一丝仔水，啊，迄个哇，迄开起来，你会有期待，啊，会变得很茂密，会充满生命力，足趣味个。七里香最容易捡，也最容易培养。另外，对，肯氏葡萄。不错哦，阿鲁米厉害哦。好，另外还有一个最容易啊，叫罗汉。对啊，罗汉熊，罗汉熊，罗汉松，罗汉松，罗汉松。啊，迄个一把新万大把这啊，桑啦，桑，马拉巴利亚，这是马拉巴利亚。啊，另外，咱来讲哦，七里香，迄个种子容易采得到啊，那最容易培养。还有一种叫罗汉松。罗汉松，罗汉松的结籽，你知无？唔知。
罗汉松嘛会开花呢，啊，罗汉松佫有干花佮母花，啊，罗汉松结起来籽啊吼，啊，足水个，像像一个罗汉，像像一个罗汉，吼，啊，即你会当来甲培养吼，来甲培养，甲伊浸，安尼起来吼，哦，足茂密个，罗汉松尤其茂密，啊，咱嘛捌种过啊，罗汉松种，啊，罗汉松啊吼，到处都可以采到它的种子，啊，遐个种子，那那个罗汉松个树卡啊吼，那个罗汉松个树卡根本就未发起来，啊！你爱家叫，啊！这丛啥？这丛这籽有搁较特殊。这丛大家摇看麦，来。比较常见咯。这丛摇看麦吼，哦，来这丛摇来，哦，籽啊，哦，这丛的籽啊吼，哎，这丛我会记得伫咱兜，哇，蛮久了，蛮久的，靠，三四，三四个月才豆豆培养到安尼哦。哇，啊，三四个月嘛紧啊。嘛紧啊，嘛真水啊。它有营养在这。啊，这个营养是这个果仁呐，吼，这。只要看下这张是啥，要的嘛爱啥，吼、哦，要看嘛吼。啊，若无，咱但哪要过程啊，咱哪来介绍？今日咱桌顶传的才会好料的啦吼。哎、嗯，像个企鹅的种子。这个叫你细粒的，只是大家要看嘛，这啥？不提较紧。哦，这个这个。这个哦，这有作弊的哈、哦，有答案在里面的，这些又看嘛？这它延伸种的，这籽啊吼，真容易看到，真容易看到，不是遐大粒的、细粒的迄、那、哦、個，我内面这细粒这籽啥，又看嘛？哦，那无我先公布这個，哎、哦，橘子唔对啦，哎，橘子的籽哦，这有果皮果仁呢，这有果皮，这叫做可能啊。苦莲啊，知无？知，苦莲啊，苦莲子，苦莲子，苦莲啊，苦莲子，人讲苦莲啊无心肝，就是迄个苦莲啊心嘛，很容易。哎，黄教授啦，这个 Carrie 是黄教授啦，上次到化学系黄，哎嘛是生态爱好者。这苦莲啊籽啊吼，苦莲啊跟迄个作者苦莲就是，哎，刚那样苦莲苦莲。啊，苦莲啊，是苦莲，它的字是苦莲，它是苦莲。苦莲啊吼，这是台湾原生种。啊那，哎，那从我迄那，哎，开花的时阵啊吼，紫色的花，啊叶啊落甲落了了，啊才开始开紫色的花，哎，未输迄落个烟花呢。嗯嗯。嘿嘿嘿，迄有一边啊吼，迄上岛伊上侪，你知？北关山足侪。啊，伫咱市内上代表作的苦莲啊树，上水的就是啦。南桂国校迄、那个行人行道呀，哦，拢会开。中心路那个。是过年后啊吼，过年遐一带开个紫色的花，非常的浪漫。啊，这个苦莲啊籽，啊这苦莲啊籽，你甲摕转来，甲放咧水的内面啦。对，爱浸。爱浸的水内面嘛是同款的，发足侪这个小小苦莲，小苦莲，啊小树苗是。比较费时间。嗯，这足水足水的，可能爱较久一丝啊吼。啊，你要搁加，啊，这啥物啊？这啥？给大家猜一个。来，这个。像企鹅。又丢。这很像企鹅啦。有像企鹅无？来，你要提谁哦？很像企鹅有无？因为像这样。啊，其实啊，我们生活中啊，很像企鹅，这样像不像企鹅？像像不像企鹅？像企鹅。像企鹅哈，很像企鹅的种子，这是什么？大家猜猜看。这是那个仙桃啊。仙桃啦。乌人也袂要的，你著讲啊，奖品都无去啊。伊讲可能啊，籽啊吼，迄个松鼠真爱食，无唔对。啊，真趣味。好，啊，我你讲啊吼，咱顶一遍，咱咧讲，顶一遍，咱有咧讲，咱要甲迄个枇杷有那个厨余啊吼，甲生厨余有无？所有厨余甲回收来做有机堆肥。哦，迄有者。迄个教授用要答对啊呢 ，Kerry 黄教授啦，吼、哦，这经济啊吼，啊，你若甲培养伫咱的厝尾顶，诶，咱的回收这个厨余啊吼，生厨余伫厝内就当啥子，会变作液态的肥料，哦，啊，液态肥料，啊，每办个这个有机肥，啊，这有机肥种伫咱四楼顶，诶，咱的迄、那个诶，这叫做啥？厝尾顶啊，阳台，阳台，叫叫阳台，阳台反应，厝尾顶啊吼，哎，厝尾顶会降低温度，它会节能减碳。我说节能减碳是跟空污有关。哎，节能减碳是跟空污有关。对。啊，咱就免用遐侪发电，遐侪燃煤啊吼。啊啊，
这个有厨余有机会把生厨余跟熟厨余啊吼，拢个回收来做有机堆肥，买到减少哦这个，这减少这个垃圾的量啊吼。好，啊，咱再来点起者，来臭肥者，迄乡村个，甲乡村个摕起来，好美哦，有水无？即个啊，你甲照者吼，即若一蕊一蕊啊吼，你甲大大甲照者。这又看嘛，这什么经济？你讲乡村啦，我妈妈嘛，哎、啊，黄老师，那你来看这个班门弄斧啊，这黄朝洲老师又看嘛，这长相，这什么果实？这什么什么的经济？哦，这有水啦吼，那花嘞有啊吼，啊那这是果实啊啦，这种子果实啊吼，啊这啊吼，我常常讲这哪来做？香花啊吼，一蕊就好哦，这可能无人法度，无咱认为做袂出这么水的香花。你若照这蕊，照顶头这蕊，让大家看，照顶头这蕊，好大家。啊，这来做香花有水无？我常常要摕哦，迄个做黄金的来看，做金属的香花啊，吼，哦，这个足水足水的，用这个来做板啊，哎，做板啊，做出来，哎，就我咧讲哦，这个丝滑自然的吼。哦，这一般就水是真啊，水哦，再来做香花雪当。这跟咱迄个平常时咧食的乡村的籽啊，对，平常时咧食生的，啊你想袂到吼，哎想袂到，遮水。啊，这拢阮平常时捡遮尼侪种子啊吼，啊若无料的时阵，就摕起来溜溜的看看吼，啊好，过来送者，这是啥物？哇，这简单啊，简单，这你干嘛？那知的人吼。紧回答，即咱若去山顶吼，较悬的山吼，拢有可豆科，可豆科的植物，已经暗示啊吼，水吼，这有水无？哦，你足水的水，真甜翘翘哦。哦，这像上爱食，你知无？飞机吧？不是，主要飞机啦。这就是跟咱咧食栗子同款，栗子，就是台湾栗子那一颗的，那一大颗的台湾哦，小西式。小西式实力，小西式实力，果然是专家，你看，对，黄老师这果然是专家，哦，台湾宝贝出，对，那个嘿嘿，这个哦，确定的，要黄老师，蝌蚪科来，黄老师个蝌蚪科，这是什么？那什么蝌蚪科？不确定是，这要验看嘛？这什么蝌蚪科？啊，这拢按别公司捡回来吼，会当本来拢是已经吼。啊，会够肥去，啊，咱会当摕来研究，摕来做趣味吼。这硬化嘛，啊，无真清楚，你安尼胶质啊，调袂较好安尼。太近了，太近了。这自动对焦啊。自动对焦啊。OK， 好，你看嘛，这样子做植物实在有够水的啦吼。哎，还佫炫耀一个好啊。哦，这男女朋友恋爱最喜欢的东西，哎，你佮写写。我知道这啥物件啊？你知影啥？我知道，但是袂使讲。哇，这嘛送阮啊！哦，这趣味哦。男女朋友咧恋爱的时阵，这夜班拢会。这有一首诗啦，古早有一首诗啦。我当识识伊的时阵吼，阮去迄个卫生农场，卫生农场。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这个。哦。我老婆恋爱送的第一个礼物是啊，我啊那个叫你陪你啊，用这个天都怪了，没有。看网友有人知无？啊，又看卖哦，又看卖，这是当骗女朋友的哦。这大奖啊，大奖，又叫大奖啊。这当骗女朋友的吼。哇！相思豆，对啊对啊，钱建文，钱建文医师，相思豆，上，钱医师，只能上，哦，上菜头嘞哈，菜头，钱医师啊，只能张基的这小儿科名医啊，阿姨的，这个什么，伊的。诶，迄个方言协会啊，吼，所以方言协会参加足久个，够厉害。啊咧，搁扣几项啊，看我注意注意。啊，咱知影相思豆无？搁扣一下这一看嘛。那里面有三种豆。哦，三种豆。嗯。厉害！相思豆，诶，
是贺靖南嘛，约到安尼，哇，唔是约到，速度较慢，啊，速度较慢，哈哈哈，真是 ，OK， 啊，我想啊吼，未来咱若有机会来工作啊吼，服务啊吼，啊来做工作的员工啊，咱拢会带咱的市民啊吼，来熟悉咱的大，咱的大自然环境。哈哈，迄个西游人，哎，我再送你。那伊讲要摕去骗，你朋友骗我有无？啊，真欢喜。增如果能够增加这个结婚率的话，增加出生率的话，上你上、嗯、哦，上这生又嫩哦，这水啊，啊个底下这哦，生又嫩个顶起。哦，这个上去爬女朋友啦吼、哦。相思洞，相思洞，啊个顶起。反正这咱岛也够有啦，会当去摕起。咱山顶嘛足济啊。山顶真济，人个山无啦。但是相真是相思树的哦，唔是相思树的对啦。孔雀洞，孔雀洞，孔雀洞。OK， 很好。好，安尼要搁讲啥？啊，讲个，咱若有机会啊吼，咱会，吼来开这种课，大家共同来认识咱的大环境。啊，认识咱的大环境啊吼，会增加咱对咱的这块土地的疼爱。你若知影大环境，咱这块土地啊，会当拥有这么多真趣味的植物，这么水的植物啦、啊、吼，我相信你对这块土地。会更加有疼心，啊，未来吼、哦，咱这，吼、哦，我搁讲一个，这厨余、生厨余，会当来甲回收，吼、哦，啊来甲制造有机会，制造这者这议会，啊这会当吼，互、哦、咱的厝尾顶来降温，降温来植栽这些东西啊，吼、哦，啊不但能够解决厨余的问题，又可以增加生活的情趣。这是蛮有趣的哈，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谈的，就是说从这个生活上啊哈，那得当来认识一些我们这么多的那个大自然的环境啊哈，那也可以来解决我们一些处理的问题哈。啊，这是啥？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是。这我怎么办？这是一个澎湖很有名的天人菊的。哦，天人菊啊，天人菊嘛，原生种植物啊。天人菊的。天人菊、哦，澎湖非常有名的天人菊、哦。天人菊的种子。哎、欸、啊，这都还盖上。爱红柚啦，啊，这红柚之类啦。这应该，来吧。哦，来，这已经泡过水了，来，已经发芽了。哦，这慢慢在发芽当中，来。这个要拆的，对不对？这柚子，这长这样柚子，这样柚子，像柚子丢啊吼，过来赏子，吼。啊无，吼、哦，会较较轻松啦吼、哦。那轻松当中，我们也谈了一些说未来怎么将我们这些轻松的议题也带入我们的生活中，也成为我们市政的一环啦吼、哦。是让我们的市民讨街啊吼、哦，去认识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我们的土地孕育了多少这么漂亮的植栽。然后我们在生活上没有应用这些啊、哦，来舒压，甚至以做疗愈的工作哦。啊，这你加几点嘛，足注意的哦。哎，啊，这人约着，这个约着。来哦，约哦。啊，较侪人约袂着。对，看卖看卖。啊，你定有可能定定咧食的哦，甲你定定咧食的。今麦有的款哦。今麦有的哦。今麦当季的，今麦当季的哦。当季的。今麦当季的哦，这注意注意啊。当季的水果。当季的水果。嘿，又有啥喂？啊，这啥你知影？这个是完整的，这个是两面的，这个是已经打开了。哦，这嘛八卦山，最近真流行的。对，来又看嘛。啊，爱开开是安尼，嗯啊，这两项拢会当又看卖吼。啊，这是咱八卦山顶拢有的物啊。啊，真侪物件。真侪，这生活上其实。是这个较难的哈、这个很特殊哦，这个我袂晓呢。银叶木哦，这肯定叫有的吧？海边植物嘛，这应该海边植物。就是板根啊。板根植物嘛，吼。银叶木。银叶树。板根植物啦，板根植物，这看着拢较海边。这咱北卦山无，我就无买人买哦。北卦山有的，咱未来将我。大家都可以共同来认识的东西。好，这个公布又会出来，又会出来要公布啊，这样没人有答案。5、4、3、2、1，来公布。啊，这
那个安琪，安琪啊，安琪就是毛氏，毛氏啊，毛氏一般先不吃了。安琪的籽较细粒嘛，较细粒就是啊。啊，毛氏啊，咱哪会袂个？毛氏就较，啊，毛氏叫做乌蛋嘞。哎，安尼哦。乌蛋迄撮珍贵是毛氏正常多，哎、欸，对不对啊？黄超超老师应该对。毛氏就是乌蛋嘛，毛氏乌蛋，乌蛋就是像即摆正常多，毛氏是足足足。啊，咱报告山只敢有？有啊，这报告这报告山叫的啊，啊这海边嘛有啊。啊，这台湾原生种的啊，啊，这有较有像你食红曲迄个籽无？红曲，那红曲内底籽干嘛呢？较细粒，较细粒。哦，啊，你毛细啊。它的籽比较大，果肉少，所以现在就是放大版的对啦。不，原生，这原生我们吃的是改良过的。毛，那你食红曲啊吼，会籽较细粒啦。啊，那这毛细籽较大粒啦。啊，所以咱无要摕毛细来食，那毛细较无遐好食。哦，安尼，比较还算较轻松啦吼。但是我们还带入说，未来我们希望说，会请老师啊吼，来带领大家，让我们生活更慢活啊。这个是不用花钱就可以找到一个乐趣，乐趣啊，陶冶性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乐趣。吼，安尼，比较安尼会用个吧。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明天准时继续收看。我们这个明天还是礼拜五了哈，好，那明仔载主题明仔播再公布。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最后好了。好，想法之类的课程。哦，这个黄教授了哈，也相对能够解决还有能源的问题哦。感谢这个 Carry。就是黄教授，就是彰师大化学系的，教授啊，他很关心大自然的问题，很关心我们环境的问题，所以他觉得说，我们认为认识植物啊、增加市民对本土植物的认识啊，又来开这样的课，让这个种子来培育，让我们的家庭的垃圾啊能够成为黄金啊，资源回收又能够成为黄金，又能够陶冶性情。那个性情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那虽然今天我们也比较没有那么生硬的谈一些政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继续收看哦，好，谢谢谢谢谢谢。